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老凯，我现在江苏徐州，这里是徐州的云龙山隧道。它这个隧道有点意思啊，云龙山隧道，哇，这上面真的是有商店呐、下面是跑车，上面商店，有点意思了啊，在隧道里面开商店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啊。大家看一下，两边都是店铺，有些已经关门了。这里面感觉还是很暖和哟，应该是冬暖夏凉，毕竟它是山洞里面开出来的嘛。上面就是云龙山水果批发，哇，这还有馄饨店，可以呀。这个隧道不是很长，应该也就是有个五六百米的样子，大部分都是卖水果的，因为水果这里面是冬暖夏凉，这应该只有本地人才知道，外地人很少知道隧道上面还有一层卖糕点的一些。这里有一家超市，主要是卖奶的啊。云龙山冻藏酒，这真的是冻藏酒，在山洞里已经到头了。这里就是云龙山隧道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，我是老凯，我们下条视频见。